飞撞，重机骑士喷飞两公尺远，头部撞上梁柱，当场头破血流，送医不治。哎，先生，肇事的就是这名司机张哲元。事发当时，他违规红灯左转，导致蔡姓重机骑士闪避不及，拦腰撞上，现场留下大片血迹。蔡男送医后能不治身亡，令家属伤痛欲绝。新北地院认为，肇事司机张哲元身为职业驾驶，却无视灯号违规左转，铸下大错。但考量他没有前科，且和家属达成调解，因此以业务过失致死罪判他6月徒刑，得一颗罚金18万元，缓刑2年，还可上诉。